开始啦。好，很快的，我们离世界末日剩下一年的时间了。在这一年要干什么呢？在这一年就是听固定课、看固定课、听固定课、买固定课、听固定课、去看固定课表演、拿固定课发周边、要买固定课周边、发毛巾、买毛巾、发衣服、买衣服、发 CD、买 CD、发 pick、买 pick， 反正就是听固定课、买固定课。到世界末日那天的时候，你要说"不要我睡"，然后就死掉了，啊，就是这样。不要我睡。